刚好，我快死翘翘了。剩两关了。这个好哇塞，像，我们这个好像速打，你要是就这个最简单，最后一关也很简单。你们不等我？哇，那大家都在，你没有吗？有课吗？我想说你没有上吗？没有，只想换我这台跑多快而已。没有很快。这是那啥，路上彗星改装版。感觉，我靠！我觉得还蛮好看的。还蛮帅。啊？真是破开。怎么那么多？他们谁在？太平洋都有打过了，是啊，感觉好简单哦，只好想睡觉。可是你们最后一关不是就要四个人一起跑去魔山？对啊，这也是可以吧？是有可能会掉下来吧？没差啊，那个他你们打到这的时候都。绝没差了，只要不要死就好了。干马路上爆哎、欸！操，我要死了！我没死，太棒！边吃边，边开边补。操你的，直接撞过来了。没护甲了，获胜 ，OK 了，这个也太简单了。好了，围观的加油，各位。鬼关要一起走哎、欸，这场这个打完哦，跟你讲，大家就可以睡觉了。对，交给王空 carry 啊，然后他有火箭筒。没有啊，那个就只是出去，然后拿火箭筒一直狂炸那些车啊，你血量就满了，所以没差。而且你要穿重装，真的，可以坦克好几下吧。因为我沙身上没有火箭，不会啊，不会吧？警察要拿那些小枪而已，超烂的。又不是那叫什么？特种。对。我要去买护甲了。对，顺便。零食都要被吃完了。
满的。还要停车不会？好了吗？等下四个信号我看。深呼吸。八十等，一百等，七十等。一十。我要你吗？好。我现在我的防弹衣还有三分之一。两个嘞？没跑。突然不见了，来试试看这样哦。要你们呢？好，可以再撞一次哦。不要，就这样。嘿嘿，那不是我的车。这是谁的车？等下看谁车不见就知道了。什么东西？刚有一个不知道是谁的车被炸掉了。黑色的、啊。那个好像是什么黑头吧。真是。白的。一台白色的超跑。把你 GT 丢，谁炸我的？妈的，谁炸我的车？狗毛！操！可以跳过吗？可以啊。等一下，要等他，等他来。我群众吧，啊，谁要爆破？我骇客啦，我骇客。谁骇客？骇客啊！爆破吗？这样吗？放我群众也是可以啊。好，站住！好，站住！骇客。对啊，那像那个火箭筒才有用，火箭筒没用。啊，你用那个一百等的那个火箭筒就可以了。对啊，最终的不行的用火箭筒，一百等的才可以。对啊对啊，一百等。火神拿出来没有什么威胁性，放在那边不用动就好了。没啊。妈的，炸我车！不要害他还没到一趟之前就先扫半条护甲了，真的啊？哎哎，还真的扫半条，没差，反正我有五个，我有七个，等级啊，等级越多可以用越带入格。再点了，
来来来，上去吧！谁在上追宝？火箭筒，对对，那个，然后在上面。这样就够了，不用射。完美的恐吓。我要上面要顾一下哦。我去试上面的。只要拿钱就。你怎么会突然下来？ What's wrong with you? If you don't control the crowd or you have to pop some. 好，我拿钱啊。OK， 好啊，你可以拿钱了。好，我拿钱啊。我是不是卡住啊？哎，这样也能卡住啊？卡住？啊？我会被门卡住啊？不会啊，铁门啊，那个要把那个炸那个什么，用开了铁门。哎，下来了。好，你这东西帮他们。跳过来。哪会有啊？而且好痛。打完这关就可以休息了。88万。哎呦，警察，警察！我等下还是先看牙药哎，可以啊。我有点想要睡觉哎，先去看牙医，然后躺在那边睡觉。干那我，你们下午送他要去了吗？就下午吧。不要打到。那这火箭筒都毁了，不要弄分了。不然我想睡觉了，妈的。然后就可以走了。就怕打不完而已啊！我操。还好啊，每个人都会开，都会骑摩托车啊，不会，很吵。会的，等一下来我 CEO 啦，111箱用摩托车运货就会骑了。摩托车都不用练啊，真的啦，我111箱全部用摩托车骑的，我完全不开秃鹰的。就算有买秃鹰，我还是照样用摩托车。不要射到啊！我射死一个人质啊，因为你拿完钱应该是没关系。当然就是有没关系，没关系，那就还好啊。等一下我先交给火箭筒，火箭筒直接炸，直接出去炸啊！知道啊，直接我先躲起来哦。好，拿起来就射在后面。
然后就去。血不够，马上回来。不然就是没护甲。哎，你们吃完了吗？OK， 应该可以出来了。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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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钱确定要第一吗？是啊，我没有拿钱，不是我拿的。在哪 Q 吗？是啊 ，Q 没拿的。多一点吧。继续。干，是不是帅啊？这一定会摔到的啊。死了，人中控制队。哦，没有踩楼梯对不对？没有，我把它关掉哎。为什么没踩点？有人没有出来啊？还是怎样？他没踩点是吗？你上个厕所。我等到睡。我要踩楼梯那个点啊，每个点都要踩啊。What you need, boss? Some wheels? I can bring them around. Okay, I got stuff to do. 这张钱还是蛮高的。来而已啊。来啊。Q 毛是不是有火箭筒？有，我有火箭筒啊。对啊，那 Q 毛那个我还拿钱好了。没有火箭筒，你给你们去后面。可以啊，这样啊，哎，上面两个白头，你帮我用一下，等一下我给你一下那个糖纸啊，你帮我用一下。波拉夫，我先把这些那个糖纸先让那个。哎，冰心上线了、欸，啊，你要插你那个收支要插多少，正负多少？嗯，就是你看你啊，就是你觉得有一，如果你觉得有异常的话，就你就问他们，然后看他们怎么解释。他说买鲨鱼卡就叫他们贴出证明这样。好想睡觉，快疯了我。对，进来了吗？我家跟故事。欸，要怎么打方向灯啊？不能打方向灯啊。那我来等个红灯好了。进来啊。要我了吗？都要了。
那个紫色的那个什么？你要我吗？这。邀请战局。哦。都邀了。正在加入午夜。来路中。记得啊，好像要节目进，就邀我一下，对，才知道。记得我正在邀请，等会你要，那等下记得。快快寄给我哦。是，欸对，你现在要换还是直接要那个？哎，怎么两个都要？要换好，要换。要手机这边没有收到，啊，烂手机。他给我马丁的讯息。要给你啊，要你啊。你用故事模式应该是没办法用。对啊，我家在线上。几秒前开放 ，Go Go Go， 就只剩最后了，对，只剩下最后了，心里不由自主的开始松动了起来。哦，好嘞，啊，十点了，对啊，我想要去看医生啊，开始啊。不要，我觉得一定要扣钱，跌倒一次就扣10000多。哎，我们离开游戏了、啊。对啊，我也是。我再开一次。这会不会是第一次跟你这样？那在。我都要了。江浩，哎、欸，他那个设定档，他们得要从哪里看？你是说怎么开设定档吗？对啊，看他们的设定档。那个要去官网上，那个阿星的那个官网。然后呢？然后那个齿轮右上角有个齿轮，然后有个设定，然后设定那边有个隐私权。有啊，他们说开啦，可是我查不到，我要怎么去看？我要怎么看他们的？哦，看，如果你要看他们的话，就是就是你查他们名字嘛，对不对？有啊，查了。对，然后来查了之后，然后那旁边不是会有 GTA 的图案吗？对啊，按那个。点一下，对，点一下 GTA。哦，有，看到，对好了 ，OK。还有谁电话响？喂？干嘛？要去看他。OK。放歌。有点掉。OK。
知道你那没有回我，就只是知道。我长出来就会压到我。好像好像不要吧。我等下就去了，不然我看到爆发，再去。上次我死了，好多好笑，但我伤口比你多，我都没在笑了。他妈，我一脸超镇定的。反正那边怎么进去？啊，我要先出门了啊！我反正要走。不好意思，刚被女友gank了。哦，我都知道。被gank。Go go, we need crowd control managing hostages, demolitions and hacker putting down guards. 来，火箭筒。站在上面。啊，就这样。这样啊，你用什么颜色的、啊？这是黑色，我是白色。进去。I'm reading you loud and clear. Whatever. 我要杀那警察。This is my fault. Let the hostages know what happens to heroes. Yeah, this ain't the movies. Hacker, you're up. We've repackaged that other crew's hardware. Plug it into the access panel and get into the bank network. Robbery. Okay. If you don't control the crowd or you have to pop someone, this thing's gonna get a whole lot.哎，所以那个强哥，你要拿钱哦。啊，对啊，我拿钱。好 ，OK 啊。还有一个吧，这边等着。拜托，别再失败了，不然我牙齿会痛到靠腰啊。谁在打我？哦，上面没有人顾啊！人上面不是都死了吗？靠腰，我被打一个护甲了。
上面不是三只哦，三只吧？上面三只而已啊。那上面还是会要注意一下。感觉奇怪，怎么是有一个红色的东西出来？记得我应该打掉了。我再去看一下。应该是没了啦。我没了。I'm reading you loud and clear. What's wrong with you? Oh crap! 好，下去吉尔，下去吉尔了。Can't you get it over with? Okay, please. I get it. Whatever you say. Okay. 想好，有一个是全新手，今天才买游戏的。Okay 啊。还没结束了吗？还没有，我们现在还没有那个最后一关。我们昨天从九点打到现在，你不是昨天凌晨就打了？昨天差不多，我是从昨天九点差不多打到现在吧。但哎、欸，你们打好久，你们怎么敲了十几个小时啊？我们花费了邀请战局，还有死那个很多次。哦，好累啊！我也好累啊。直接冲出去了、啊，直接把他们手指打掉了。那个拿粉的就是躲后面拿我火箭筒直接轰了。那我可能在中间吗？把人都打掉了。直接，都在带火箭。炸掉！不用！I need you to stay together. Come out of the bank, take a left down Vinewood Boulevard, and duck down the alley to the right. You don't want to hang around out there. Follow the route as quick as you can.就是会掉钱，一定会掉钱的。等我一下，我先轰一下，我先轰一下前面的，都轰掉吧，那边会很多的。后面小心一点哦！直接走！等一下，一定要踩一下楼梯那边哦！踩点！来，踩点！好，后面那个快要死了，后面那个跟上后，等我一下，我觉得他要死。不要是死！有没有踩到点？一定要踩到点哦！Go！哎，他直接进来哎！哎，是帮我！妈，超痛哎、欸！要射我！好，快！等一下，那个后面有护甲，自己补一下哦。等我一下，把那个箱子射坏就有护甲了。现在骑摩托车要拼命了。哦，你打掉了。护甲没了，补一下，我加个血。等我一下，先大家都先补血哈。补完了，全满。
又有人了，好，先去注意。走。走走走走走。干好痛、哦！哎、欸，靠背嘞，这伤小啊！有没有要紧？不要开枪打，不要开枪打。OK 了 ，OK 了。怎么你怎么也摔车了？刚刚三宝，三宝啊，直接撞过啊。不然就是故意撞的。没有，你骑车慢慢骑就好了、啊。那个警察不会，那警察不会靠你啊。你就随便给他绕个两三圈，他就跑走了。你就是一直抖就对了，一直抖，然后你遇到警察你就慢慢，然后他会往你这边靠的时候，你马上往另外一边拉，油门吹了就过了。对啊，他很好闪。我觉得不是警察的问题，我干。后面的小心一点。哦吼！哦，双重火线，想好，我们这边应该可以开始杀幽灵了吧？可以啊，先准备要杀幽灵嘛，因为好像还蛮多人，都没再出现了。OK， 我是幽灵，谁？我谁自称他是幽灵？没有啊，可是幽灵有个幽灵在休息室耶。是不是不是、oh, okay. 是我是直接从会员里面看，是有的根本没有出现过的。哦、oh, okay. ，你看像尾鱼也不在这边了啊，他好像也退帮啊。是哦，我还不知道。因为我有查过他的设定档啊。哦、啊，没、oh. 事。他们有的都嘛退帮了，然后电梯的、啊。OK。哦吼！哦吼！到时候再来搞这个好了。哦吼！哦吼！嘿。先哎、欸，先里面会员加头听头加会员加一加一百多个人，真假的这么屌？过一百啊！哦，你看过一百上线的不到30个，我还在最后一个，结果没事，我结果还是没事。加七加六，哎，有人撞到石头，我每次都会撞到这颗石头哎、欸，好烦哦。每次我都切内线，你知道吗？每次切内线都撞那颗石头。啊，你们反正现在打中脑就是稳稳骑就好，不用赶。没有，我们是要赶着睡觉。赶着睡觉不用睡了啦。妈的，我还要去看牙医耶，不然我牙齿疼的干。哎、欸，等一下，那边怎么被堵起来？哦，干那边超多警察。想好要拉他们那个吗？要拉他们赖着 ID 哦。是啊。饿了下午的犯罪手脑。哦！他妈臭警察！看他把我车压住了啦！哦，烦呢、欸。啊，你是怎样？他把我车压住了。会不会死？不会，你们先走就对了，你们先走就对了，不用管我。我看你会可能会死。算了，我直接开车了。开车的话，你要直接去救生艇那边吗？不然你从那个山来跳，就你车就会爆掉。干，这么他妈警车这么难开啊？对啊，你要直接切那个、哦。救生艇，谁、欸、可以救我一下？这个不能松载哦。我的轮子爆胎了 ，fuck 烂垃圾东西、啊。哎、欸，这个可以载人吗？不能吧？可以。不能松。哦，可以的。只会变慢一点。没关系，能过就好。妈死警察！妈把我车撞到冒烟呢、欸。没有，因为那个桥那边全部都警车，都整个堵起来，我根本走不了。等等，再去找一台车。又掉钱了。快！走了。记得回头不？等一下，那边不是有一台警车吗？不用理他、啊，反正车可以过、啊，可以过就好。好，绕上面。
对，你要上面。等一下，等一下，你要跳的时候就喊一下哦。不，我会在那个红点那边跳，所以你看得懂，看得到。好，没关系，你跳我就跟着一起跳就好了。哦，终于可以睡觉了，好爽哦！这边几乎都就绝对可以过了。妈，不要跳才死就好了。这是会有啊。啊，你是该上小啦。小阿伯啊，没看过长腿。等一下，等一下，为什么会有直升机来啊？哎，差点掉下去。我先给他打，我先把他们打掉，不要，不用，直接冲啊，直接冲。我当然我会在那个黄点直接冲，然后直接这样，然后这样。你也太慢跟我讲，而且你根本你冲刺根本没有力，直接往下坠的，你知道吗？哦，继续啊。没事啊。就好啦。进。幸好我及时啊，不然我就撞到死都死了。而且那个太重，没有它加速。我之前双载也是跳得出去的。你双载可以跳啦，只是比较难跳而已。比较难吗？就还好其实双载其实差不多啦，只是速度会变慢一点而已。就你要在没有跳伞的时候，第一个骑的人跳会比较快，他不会同步。然后你只要你后你骑的人，你们要喊，就是要下去的时候，骑的人跳的时候要喊，然后另外一个就要马上跳。OK， 来接我，来接我。啊，另外一个人。那我刚直接下去，差点撞到石头爆头哎。怎么还不下来？那怎么还有一个还没下来？三分钟。对，够了够了，你两分钟，你只要一分钟内到那个。到船上都还可以过，你只要到船上他就停止。啊，在干嘛？他在干嘛？那谁啊？航空你在干嘛？啊？跑步，跑步。你怎么用跑步的啊？不要跌下来就好了，没关系，没关系。没有，不要搁浅，不要搁浅，不要搁浅就好了。不要搁浅，不要搁浅，拜托不要搁浅。上了上了，一搁浅我会哭死啊！重新开始，然后又是190,000。往左拉就好了。慢慢开就好，慢慢开就好，不敢不敢。因为不会有东西啊。这个钱不会掉啊。我们之前是因为玩太平洋玩到尾关的，就突然搁浅，就要重新冒。哦，终于过了哦，可以睡觉了。哥，我先去睡了，拜拜。哦，400,000，我来了。那直接用那个什么。所以你们早早都过了哈。过了，应该过了，加下了。应该是过了。那我去看医生了。拜拜。拜拜。等一下，我这废话怎么那么多啊？哦。要不要让我看医生呢、啊？大哥在讲一堆干货。You did it. Oh. I know I didn't do that much, but you know, I thought you were just creepy and quiet weirdos. Turns out you're a bunch of creepy, quiet weirdos with talent. You rob and you steal and destroy like geniuses. Oh, I love it. I love it. Here, let me wire you your money.You know, I will never forget the good times, you know, all the laughs we had. You know, you're like family. The picnic, you know, and the hike in the woods, and all the selfies, and
Oh, and the time we went rollerblading and we watched the sunset and we stayed up all night talking and sharing our innermost fears. And then... Yeah. What? Was that... 讲一堆干货, that wasn't you? Even the skinny dipping and the... Oh. Oh. What are you saying? The drugs. Oh man, the drugs. I am a heavily medicated man. I'm not well at all. I'm a little embarrassed. Okay, the money. Here. And here. And here and here. Okay, you better take off and take care. Okay. Bye-bye.对，要买袜子吗？对吧？应该只有十几万而已吧。忠心不二嘞。对啊，应该加起来也才十几万而已吧。无人识哦，要在十分钟以内。太难了。继续进行挑战。一忠心不二，240万，可以买一台正太郎的，可以啊，你买好啊，真爽。然后，然后下午再付吧，现在去补眠啊。真的，好，辛苦大家了，大家先来去补眠。200多万了，终于，有，应该是我要感谢你们。但我打算重新开始破了。开始破，破什么？对啊，头脑。对啊。OK 啊，来。下午。对啊，下午再看看吧。好，先来，先大家都先来去补眠的。OK OK。我拿去买一台正太了。OK， 拜拜。